界那里，他告诉我 SAIBT 是可以直接进入南澳大学的课程，更重要的是 SAIBT 的文凭课程跟南澳大学一年级的内容几乎相同。当然对我自己来说，在来之前我很担心我的语言问题和是否我能跟得上这里的课程。当我到达阿德莱德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是一个非常干净和宁静的地方，非常适合学习，然后每一个人都非常友好。所以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想来阿德莱德的同学，我想说的是，不要考虑担心太多，然后放轻松，你会交到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，相信我，你会像我一样喜欢这里。